今天出现接受粉丝的考验，50米开外随机说出电动车的品牌、型号以及价格，有点小刺激，看看我能猜对吗？走起。那你我们就鉴定这一辆。这辆车有点难，有难点。从我看到前脸的样子，然后是一辆龟系。品牌的话我猜应该是速派骑的，可是我现在不是100%确定。走，我们走近看看。好，没想到第一次就猜错了，这竟然是一款雅迪迷彩2021新款的。以我对雅迪的这个了解呢，它的这款车大概是在3000块钱左右，真的是有点难猜不对。那我们再试一次。猜这辆车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，因为看着很脸熟，应该是我前两天做测评骑过的一款车，如果没猜错的话就是台铃超能版。走，我们去验证验证。这的确是一款台铃的一个车。那我们看一下型号，型号猜错了，型号是一个蒙轩超能版的一款车。那它的60伏20安的价格应该是在2800左右。那这次我们猜对了一半。今天出去远距离鉴别都有点小错误，功力还不大深厚。那我们回去戴个眼镜，下次再来。